我觉得NI 发表蛮多不错的产品，那在2012这边那个一些新的技术也都蛮不错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这个 Kino 之后，我发现就是 NI 除了不仅在我们原本的专业的领域上面，然后可以再应用，然后帮助一些工作efficiency上是有一些提升。另外，原来它在生命的领域、生命还有一些教学领域都提供相当不错的一些应用。那可能在以后公司需要仪器设备上面会考虑 NI solution。就觉得蛮厉害的，因为就是在由于听那个对生长者会很有帮助啊，就觉得 NI 就不仅仅是就是对学术贡献，它还可以帮助很多没有办法就是自己自由行动的人有可以实现梦想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 NI 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这样。感觉就是 NI 是个非常厉害的那个美商集团啊，就是在不论在开发或者是在硬体实现啊，或者是在就是像我们现在学校有用到一些相关的，都觉得在开发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这样子。对，这每年这全台湾最大的活动一定要来参加。我爱 NI DES， 耶、yeah! ！NI DES 中。